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正式的观修。大家啊，在观修之前尽量的要熟悉观修的内容，所以前面讲解一下也是帮助大家啊了解。那么自己啊在学了这个我们好像是56课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要好好的看这些内容，还可以参考一些，例如潜心备忘录啊，啊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大圆满信心修习啊，这些里面啊都讲了这个四种厌世心的啊内容，所以就说开扩展自己的思路，然后啊仔细的思维这些观修这些内容，从而啊这个让自己真正的升起处理心。那么观修的时候，我们也是啊从前行、正行、后行啊几部分来。前行的话啊，大家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与意。首先的话就是啊调整身要，那么入座的时候先在一个舒适的坐垫上身心放松，稍加休息啊，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啊，这个止息这些万念纷飞的啊这些念头，然后做毗卢伽法座，也就是双足结金刚加趺或者半加趺座，双手结定印放于髻下，身体正直，脊背端直，颈部稍向前屈，地板后掌放松，双目垂视鼻尖，舌抵上颚。然后接的是语要，也就是啊排九种垢气，念元音咒、辅音咒、缘起咒、嗡阿吽等等，使自己的语言得以清净。首先的话我们排九种垢气啊，首先自己的右手握金刚拳压在右大腿根的动脉上，左手以三股金刚手印按住左鼻孔，从右鼻孔当中排三次垢气，同时观想无始以来自他众生以嗔心所造的一切罪业，以一种灰白色的气体形象往外面排啊，一起来排三次啊。接着左手握金刚拳压在左大腿根的啊这个动脉上，右手以三股金刚印按住右鼻孔，从左鼻孔当中排三次垢气，同时观想无始以来自他众生以贪心所造的一切罪业，以暗红色的气体形象往外面排出，排三次。接着啊，两个手都握金刚拳压在两个大腿根的动脉上，从两个鼻孔当中同时排三次垢气，心里观想无始以来自他众生以痴心所造的一切罪业，以一种黑褐色的气体形象往外面啊排出。啊，接着念元音咒、辅音咒，嗡啊啊，呃呃，哦哦，日日累累，夜夜，嗡嗡啊啊，嘎嘎嘎嘎，咋咋咋咋呢，咋咋咋咋呢，哒哒哒哒呢，叭叭叭叭嘛呀，拉瓦夏克萨加，嗡啊啊，呃呃，哦哦，日日累累，夜夜，嗡嗡啊啊，嘎嘎嘎嘎嘎，咋咋咋咋呢，咋咋咋咋呢，哒哒哒哒呢，叭叭叭嘛呀，拉瓦夏克萨加。嗡啊啊，呃呃，哦哦，日日累累，夜夜，嗡嗡啊啊，嘎嘎嘎嘎，咋咋咋咋呢，咋咋咋咋呢，哒哒哒哒呢，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呀啦啦哇夏卡萨哈加。
不念达玛黑德杰婆黑登德嘎达达嘎达哈耶巴达德根扎罗尼若达阿万巴达玛哈沙玛利舒哈不念达玛黑德杰婆黑登德嘎达达嘎达哈耶巴达德根扎罗尼若达阿万巴达玛哈沙玛利舒哈不念达玛黑德杰婆黑登德嘎达达嘎达哈耶巴达德根扎罗尼若达阿万巴达玛哈沙玛利舒哈嗡阿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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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着啊，下面我们就调整心药，也就是观修之前调整好自己的发心。假如是无记的心态，把它转为善心；假如是恶心啊，要彻底的舍弃。那么善行的话又分为世间的善行和出世间的善行。世间的善行一个是就是以害怕啊，这个就是说生病啊，害怕啊下岗啊，害怕堕入恶趣啊，啊害怕啊这个就出违缘等等啊，为了避免这些而来观修，这个叫救位之心。那么还有一种是希望啊，获得快乐啊，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工作顺利，或者啊，来世人天的安乐，这个叫善愿之心。那么，虽然它是善心啊，可以满足你的愿望，但是它还没有出离轮回，所以啊，这个跟解脱没有关系，也是啊不可取的。那么出世间啊，一个是小乘啊，这个声闻缘觉的发心，也就是说，真正看破了。轮回都是痛苦的本性，希求独自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以此啊这个出离心摄持，修持人我空性四谛十六行相十二缘起，最后证得啊这个啊小乘的声闻缘觉的果位、啊、那么这个啊他出离了轮回啊，那么但是的话也就是说啊这个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态，哎，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他还没有获得究竟的这个佛果的功德，所以也是不可取的啊。我们啊，就说一个方面我们要断除这种自私自利心，仅仅自己希求离苦得乐，那么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啊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他们也希望离苦得乐，何况我们无起来在轮回里面流转，死死生生，生生死死，那么每一世啊都有一位母亲，佛陀以无漏的智慧啊观察到每一个众生都当过自己的母亲，当母亲的时候就像今生的母亲一样对我们恩深似海，成母亲十月怀胎，那么啊我们吸收母亲的营养精华形成了这个身体，然后成母亲啊这个分娩的时候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把我们生下来赐给我们生命，那么生下来以后我们是口中无食，背上无衣，赤裸裸来到这个人间，没有母亲我们会饿死会冻死，母亲用甘甜的乳汁喂养我们啊，深情厚爱，那么这个就是精心的抚慰，那么把我们啊慢慢慢慢抚养成人，在长大的过程中啊，我们要吃要穿要住啊，慢慢慢要读书啊，要工作，那么父母为了啊这个养育孩子养家糊口，可以讲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啊，那么甚至为了孩子还造很多恶业，例如啊杀生啊偷盗啊啊这个等等，所以的话很多的老母有情正是为了儿女的我造了恶业，现在已经堕入三恶去了。再一个母亲也是我们世间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学会爬走，学会喊爸爸妈妈啊，吃饭穿衣系鞋带等等，第一位老师就是母亲。那么从出世间暇满的人生，这个人生啊是母亲给的，那么观修菩提心的所依还是母亲，那么对这样深恩厚德的母亲，我们一定要升起报恩之心。怎么报恩呢？看看母亲她希求什么，唯一的希求快乐啊，我们讲众生必求乐同，哪怕是夏天的一丝凉风，冬天的一缕阳光的快乐，他也想获得。
但是他们却没有造快乐的因，行持十善业啊，那么皈依三宝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啊，或者是对众生升起慈悲心等等啊，就说他们没有造这个因，自然就没有这个快乐的果。所以入行论里面讲，众生欲得乐，毁乐如灭愁啊。那么母亲想远离痛苦，哪怕是啊，这个就是说一餐饭没吃，哪怕是手上沾一个火星，脚下踩一根刺的痛苦，也不愿意感受。但是往往他们不懂得因果，却造了痛苦的因，每天生烦恼、贪嗔痴、嫉妒、傲慢，造恶业啊，杀盗淫妄等等十不善业俱全。所以的话就说，众生欲离苦，反行痛苦因。所行所想是背道而驰，而跟母亲相比，我现在得到了侠门人生，遇到了佛法，遇到了善知识，懂得了因果的取舍，只要我精进努力，提升就可以走向解脱。所以这个时候正是我报恩的时候。那么怎么报恩呢？就要拔出母亲的苦因和苦果，这叫拔苦的悲心，给予母亲快乐的因和快乐的果，这个叫与乐的慈心。而这种拔苦与乐的责任啊，理所当然要做，由做儿女的我来承担。所以有了这一念报恩之心，那么我们自然的希望啊，老母有情，离苦得乐，心心念念行持任何善法，都要发起为了尽虚空变法界的一切的老母有情，远离苦因苦果，获得究竟的佛果的安乐。我要发愿成佛，为了成佛，我要好好来观修，我要好好来听课，我要好好放生啊，好好的啊行持善法。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就是说行持任何善法，那么这个以这种发心叫做大乘菩萨的发心。那么以这个发心设置行持的善法，最后的善根都成为无漏的啊这个佛果之因。所以啊，今天我们观修，大家也应该以菩提心来设持。那么发了菩提心以后，接着我们还要祈祷三世三宝加持我们啊，法能够融入心相续啊。那么在三世面前一心一意的祈祷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总集根本善事如意宝林，请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佛法融入我的心相续，遣除所有的迷乱分别，让我的修行能够圆满成功，最终获得无上的证悟，就像善师您一样啊，观修飞天之苦的境界，在弟子的相续中也能够升起来啊，并且遣除观修当中的一些违缘啊，让自己的心能够啊这个安住，能够集中，以无比的感恩心、欢喜心、恭敬心、信心来祈祷啊，来修三十瑜伽啊。下面我们啊，这个修一遍三十瑜伽，前面皈依和发心。拉奎雷舍拉康甘瓦耶拉玛耶当堪楚楚兰达三吉丘丹巴贝给丹那达丹主者给比加三切拉奎雷舍拉康甘瓦耶拉玛耶当堪楚楚兰达三吉丘丹巴贝给丹那达丹主者给比加三切拉奎勒舍拉康甘瓦耶拉玛耶当堪楚楚兰达三吉丘丹巴贝给丹那达丹主者给比加三切拉奎勒舍拉康甘瓦耶拉玛耶当堪楚楚兰达三吉丘丹巴贝给丹那达丹主者给比加三切达丹他已生见那依勒三界因巴拉
因巴西贝丹涅德圣洁求德圣洁德达丹德以圣洁那尼勒圣洁因巴拉因巴西贝丹涅德圣洁求德圣洁德达丹达以圣洁那尼勒圣洁因巴拉因巴西贝丹涅德圣洁求得圣洁度阿哈可得求感嘎达如比阿兰达玛嘎依西乌爱罗乌华丹加比多吉拉喇嘛加吉士罗波尼嘎沙遮遮班遮大一起求加遮遮拉遮拉瓦拉加尼吉中欧热摩美祖然南大悲见的拉美萨阿哈尼今日欧在香卡释迦华特吉西那依喇们举眉喷出下拉说吧得恭吉多巴婆巴心吉罗你今日在香卡释迦华特吉西那依喇阿们紧眉盘粗下那手啊得恭吉多巴婆哇心吉依罗你今日在香卡释迦华特吉西那依喇们紧眉盘粗下拉说哇得恭吉多巴婆哇心吉依罗塔雷喇嘛阿尔图内吉仁格吉我和你修念为坦加冈依西就地喇嘛当嘎瓦林贝吉那图巴萨好，下面我们正式来观修啊。那么前面啊，跟大家稍微介绍了这个阿修罗飞天的痛苦，那么我们也要再再的这个了解。一般在观修之前的话，多看几遍啊，然后把这些内容记下来。在观修的时候可以不看书，然后啊，就是思维这些道理。啊，看看转生的阿修罗是不是也是痛苦的本性。正行啊，观修飞天也叫阿修罗的痛苦。首先观修转生阿修罗的因，并且要啊这个知道这些因，你还要对照这相续。阿修罗的嫉妒心极为的粗重，那么我们可以想到人类当中，例如同事或者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之间啊，或者啊这个就是说王宫里面的王妃之间啊等等啊，这个有的嫉妒心就特别强。还有傲慢啊，七种傲慢都具足，猖狂、嗔恨、好竞争、
好争斗，不讲技能。一个是对照自相续，一个是就是观想自己周围的，例如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啊，这个就是啊自己的旁边的有没有这种现象，大家啊观修一下，思维一下啊。接着观修阿修罗的痛苦，那么它可以成几个层面。首先是阿修罗内部相互争斗，例如在自己的范围内，区域与区域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包括同事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啊，国家与国家之间，总是相互残害，身心不宁，始终在战火纷飞当中过日子。这个也思维一下啊。接着再观想阿修罗与天人的争斗，前面我们讲了啊，那么经常阿修罗跟天人打仗，与天人之间是因为不能堪忍天人的福德，也屡屡发生战争。由于天人的财富受用是尽善尽美，一般这里阿修罗主要是跟33天打仗，那么这些33天的这些受用，一切所需都是从如意树上面生出来，而如意树的树根居然长在啊阿修罗的境内，所以阿修罗在无法容忍的恶行驱使下，身披盔甲，手持兵刃，与天人决一死战。这个就可以联系我们前些里面的内容，阿修罗怎么跟天人打仗啊？天人也派出附体大象啊，天人骑的这个就说33个啊，这个就说33个头，这个啊拉的这个天兵天将这些武器跟阿修罗战争啊，那么血流啊，这个城啊，就说最后阿修罗战败了，那么血流成海，这个游戏海都染成了红色，也可以视为观修一下。天人他的身高啊，然后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啊，这个就是力气，一个天人可以抱一座大山甩下来，然后天人受伤了以后，他啊，除了没有断脑袋之外啊，那么只要用天人的甘露抹一下就恢复了，而阿修罗他却跟我们人类一样，集中了要害就会啊送命，那么往往啊，他是就说都是打败。啊，最后感受战败的痛苦。接着再引申到人类，我们讲人类中也有阿修罗，人类当中的阿修罗，那么我们可以观察我们身边，例如很多国家常年处于战争当中，不能正常的生活，不能闻思修行，一直处于非常紧张恐怖的状况，或者在政府部门之内，单位与单位之间
啊，明争暗斗啊，就说人与人，例如同事、同学、同行啊，那么这个都会有这种明争暗斗、竞争啊这种现象，这个可以讲是人类当中的阿修罗的痛苦。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的实际生活，有没有这种现象？啊，这是观修阿修罗的痛苦。接着，那么我们要联系啊，就是说自相续，观察自相续当中有没有阿修罗的印，我们有没有阿修罗的这个习气，看看我们自己的嫉妒心强不强。例如你跟同学、跟同事，包括啊，现在有的家庭出现了第三者啊，那么也有，不是皇宫里面的王妃之间啊，这个企业之间，那么啊，这个我们在面临对境的时候，是不是争强好胜？傲慢心是不是很重？是不是喜欢看打斗片？那么假如有的话，要好好的忏悔，否则业果成熟的时候，他就会转生到阿修罗道啊，他也是可以讲无暇之处，相续不调容啊，跟解脱无缘。那么下面反观自己有没有这些习气，有的话怎么样改变，好好的忏悔。好，接着我们再啊观想，也就是说阿修罗虽然它是属于三善趣，前面我们讲的有四类阿修罗，那么其中这里讲的是天道和人道啊，那么还有这个就是说须弥山旁边的这个阿修罗道，嗯，这个都可以讲是善趣啊，它有它的福报，但是它还是不离痛苦的本性。那么啊，假如我们相续中有阿修罗的这个因，有这个习气，一旦因缘成熟转生到阿修罗当中的话，就如啊锅中的炒谷物一般，一瞬间的快乐也没有，很是感受痛苦。刚才我们观修了一个是部落内部阿修罗与阿修罗之间，他也争斗，经常啊，这个就是发生战争，然后与外面天人也啊，整色打仗，恒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相续也非常的不调容。那么，从而让我们了知，只要在轮回当中，即使身在三善趣，他也不离开痛苦的本性。所以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讲希求人天的安乐，这有什么意义呢？从观修三善趣的痛苦就知道啊，轮回它就如游于针之间，犹如火坑啊，牢狱啊，这个罗刹洲。所以的话，要对轮回升起强烈的出离心，希求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这个也思维一下啊，那么想到阿修罗他有他的福报，但是他也不离痛苦的本性。一旦我们转身到阿修罗当中，这种日子好不好过，就看看人类当中这些啊打仗的这些国家的人们，那么啊能不能解脱，很难啊！一旦这个就是说转成阿修罗，相续不调容，依靠相续阿修罗的身份也没办法解脱。
接着思维啊，就说最后回到我们每一个观修，最后让我们达到的要，就是说最后你要升起这个出离心，有一种精进修法的心，鞭策要精进的修持正法。那么既然啊，在轮回当中三散去也不离痛苦的本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出离，要希求解脱。怎么解脱呢？就要修持正法啊，利用侠门的人生精进的修持，断除轮回的甚深的极灭之法。怎么修？就像我们的前行，首先啊，这个就是修共同前行，不共加行，升起出离心，然后再啊，这个皈依发菩提心，再集资进藏啊，这个最后证的空性无二慧，就可以走向解脱。所以的话，现在我们得到侠门人生，一定要啊，这个分分秒秒都要珍惜，修持正法，再可以走向解脱。这个也可以连续自相续，以前我做的怎么样，现在我啊，是不是要更精进？后行回向善根啊，把观修的善根回向啊，这个自他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那么再一个也啊，让我们向学当中真正能够升起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苏伦的耶他加哈扎巴尼图勒尼贝扎勒恩帕斯将杰卡拉吉瓦勒恩扎巴伊直比卓瑞卓瓦卓瓦修文殊师利勇门之普贤回向一佛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参修学真是诸佛说成大汉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现永生法轮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殊的金刚此。大家回去要再再的观修啊。那么啊，观修的结果就是一个是对轮回要升起出离心，第二个啊，就说要有精进修持正法，希求解脱的这个心。